第36题，阿瓜想设计一个实验，模拟高炉中炼铁的反应。两人研究讨论到其中两个反应是如画面所显示的，则下列有关于甲反应之中的碳 C 以及乙反应中的一氧化碳 CO 的叙述何者正确？这题在考我们氧化剂跟还原剂。我们知道所谓的氧化剂是使别人氧化但是自己还原，所谓的还原剂是指别人还原而自己氧化，而所谓的氧化是指得到氧，还原是所谓的失去氧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碳得到了氧变成了二氧化碳，所以碳发生的反应叫做氧化。那么我自己氧化，我就是所谓的还原剂。而一氧化碳也是得到了氧变成 CO2， 所以呢，一氧化碳也得到了氧，它发生氧化，那么它发生氧化使别人还原，所以它叫做还原剂。所以我们发现碳跟一氧化碳都叫做还原剂。所以呢，第36题问我们说碳及一氧化碳的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出两者均为还原剂，在炼铁的过程中碳及一氧化碳都当作还原剂。